概就是九月中旬之后我就回去了，所以坐不下来。杨哥你不认识啊？啊，我为什么要让他帮忙？说不定他现在在北京，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我说他为什么回来陪我？我们两个还没做联系呢。然后我说我在家闷了半年，这样也行，因为我是过年的时候。回去之后我就没打工作，反正也没急着找，我想反正也差不多能。你说我聊吗？我就是不想多聊吧。你长这哪去呢？这话没找。找到合适的。如果说那个找不到，那就跟你一个人。大家都舍不得，知道吗？就是你在和我想想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